敌球出棒，哎呦、，nice play 啊，张振宇啊，这一颗球高难度近身的弹跳接得太漂亮了，哇 ，nice play， 完全是那个手感的，凭感觉的，这是手感的问题哦，真的是不好处理了这个球。哇哦！但是他的第一个时间就是把他的重心降低，然后去抓那个球的弹跳点。